是真是天好作客，其实你其中心空心意，令人忘却人世情穷，倒还不快。这种心境，你当初在如虹之时真相见。奇怪，这片荒废之中，怎有一缕的白花呢？是机会。来是机关，这个壁洞好像真久无人进入过。好。壁洞无什么奇特之处。叫出本钱。无下七秒，其中全是签书的文字。离开此地，要怎样恢复原状？将必会放回关村。你怎样别忘记要这个壁洞？这本奇怪的书到底记载什么？多回中原，也是中原有人可以欢迎。独有自青龙子来西求至今，我发觉这件事情让一直无注意。海上君，你想到什么呢？怎样西求至少这项物件的人，除了被敬酒水的人之外，也只有咱两人以三土军。是什么人故地青龙子这件事呢？但可惜好了路，唯有苦灵郎就是三土君。但三土君自从离开西丘以后，就失去踪迹。听说后来死在洪龙都，这也只是传言而已，咱并无得到确实的证据。我的感觉真疑问，以三土君的根基，有真简单就必杀吗？虎境之内无火纵量，不像西丘一边境真单纯。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三土军必杀真是不可能哦。我也是感觉真奇怪，若说是三土军已经死了，那是谁故地青龙子西丘自救的生？就是三土军根本无死，伊这样做到底是何用意？敢咪是要利用青龙子来探查咱两人吗？然而三土军并无太多的仇恨，出走西丘是自己意愿，咱并无苦着伊的意思。而且咱三人同守数十年，就算无真亲和感情，也不互相算计不了，为是这样讲不出。但我也是认为三土君生死之谜需要究竟。某天在苦境做什么事情，结交什么人，最后被何人所杀，咱根本一无所知，要从何找起呢？就算三土君既被杀，但要杀三土军之人，必定也是绝世高手。两位高手决斗之时，现场输脑海混战，被金庸一招消息。因此，我认为在黄龙都可以吹掉算数。这好像是为了方法，但现在西丘有风气在，咱只能一人离开。这样吧，你留在西丘，由我前往洪龙洞。都有，都还地龙。故事。